好、哦，这可不算啊，这还不算，不算，直接往里投。哦，这直接投弹的太大了。你刚开始玩没掌握好力度嘞。不行，这难度太大。肯定有难度，没难度我挣谁钱？那这有啥技巧吗？有技巧，不然的话你多玩几句，我给你优惠点。玩完我给你讲讲。那这样吧，我玩六转，你给我讲讲啊。好嘞，好嘞。老板，你不是说要讲一下技巧吗？其实没啥技巧，就熟能生巧，多玩几句就会了。你这说了等于没说嘛？不然的话，你把狗狗进里头。哎，狗狗进了啊？我试试。很便宜吗？进了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好。拿过来，你这狗狗进了还奇怪用的。我看你不会投，我再跟你说嘞。来来来，反正我直接说。试试。抓紧抓紧。这狗狗有点拿捏死了，再这样我就亏大了。我试试，我得给你换几个球，这样下去我就亏大了。用这个球吧。你这上面咋都是油？买的就是，咋这么滑？买的就是。哦哦，今天我认栽了，上面往你翻一个，不愿意玩了。我还没玩完呢。不愿意玩了，上面往你再翻一个了。那这样吧，我去年都没用着的，今年也不要了。去年？啊。去年没有。啊。这头帽给我抹掉。你抹头帽干啥？抹掉头帽。哦，你上一阵不一样，你又来吵我了。